台湾第一座清真寺。这个清真寺呢，它是一个历史性的建筑物，是一个具有外交历史的建筑物，一直到今天为止，它还在扮演很重要的一个外交的功能的角色。一个便当建立一座清真寺，这个是很艰难的一个过程。15年来，我们用未来的便当把它慢慢完成。台湾百庙每周日晚间9点，高点电视台。